善男子，我在此生海难路中静修菩萨大悲床行，三才童子到参这一个善知识时候啊，这个善知识传说住这海难，给他说的法呢，就是说的海难法。什么叫海难法？渡船啊，渡船啊。说我在这个城海难的路上，我修什么法门呢？大悲床。这个大悲床显一种的慈悲，也是这菩萨的业用。本来海难呢是传说，凡是应当说海难的法，那先给他说的是路上，说我看见这个世界，这是善男子，我观这个阎浮世界贫穷的众生有两种啊，一个财贫穷，一个是法，主要是法。所以我为了饶益他们，饶益什么人呢？这些贫苦的众生。因此啊，我修的苦行，这海难的船师是苦行啊，摇船的，不是像现在大货轮、大轮船。那是轮船很稳，船是很苦。那古来时候这是木船了，在大海里飘荡，本身就是苦。住在那海南边，并没住在城里头。行了，这个世界很苦，我为了要对于这个世界众生视线修苦行，是吧？为了饶于这些贫穷的众生修修苦行，随其所愿悉令满足。众生求财富的，我满足的让他得财富，凡事都随着入海财宝啊。但是呢，主要是说法啊，满足呢是法上满足，在世间呢一些物质上我满足他的要求，同时呢给他说法，不是法财令你欢喜。为什么贫穷没有福德令你修福行？为什么愚痴没有智慧让他生起智慧，让他增长福智的善根，令他发菩提心，令他敬菩提愿，令他坚固的大悲力，对了，令修能灭生死道，令生不厌生死行，令他修生能灭生死道，还要叫他不厌生死行，什么意思？两个很是反的啊！厌生死道是自修，断烦恼正菩提，不在生死流转了。但是你不能厌离生死啊！这个是他利益众生。还让他修菩萨道，
发菩提心，行菩萨行，叫令生不厌生死行，到生死当中教化众生。前面是自修，下句呢叫他利他。令舍以众生海，令修修功德海。舍受众生就是修功德，舍受众生，把众生看成像海那么广那么多，令这些众生修功德，修功德海，海都是形容词啊，言其广啊深。令照一切住法海，令见些住佛海，令入一切智智海，究竟成佛。说男子，我住于此，我在这海难上住啊，我入世思维，入世作业，就是前头所说的，令一切众生都入智慧海。令众生厌生死，而又能够到生死大海中去离众生。厌生死是智修，发菩提心到众生的生死海中，都是为了离众生。善男子。我知海中，我知道大海当中啊，一切宝舟，一切宝处，一切宝类，一切宝种。这说的喻啊，说的比喻。什么叫一些大海宝舟啊？在这个生死海中，你能够修佛法。得入定，暂即不动，暂言入定的三昧，这就叫宝舟。能在生死海中得了三昧了，不动了，这就是宝舟。宝处呢，空与不空。空是如来藏，不空的是什么呢？离众生。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。一切世间在佛菩萨看，空的、幻化的没有，众生空不了。佛菩萨就来度他了。说这个是。空不空的如来藏呢，就是宝的处所，这叫宝处。一些宝类，宝类啊，恒沙性功德，无量法门，那宝的种种类类。都是了生死法的，宝种佛性，每个众生都住住着宝性，也宝的种子，宝就形容智慧的佛的般若，但是宝舟在生死海中，你的佛性没失掉。它是站言不动的，这四个宝啊，都是本具的了，不是外来的。那你迷了，所以说，传师说这位菩萨，他离众生时候，他知道众生的本性没失掉，站言的，纵空的如来藏性，也没有失掉。那么宝类呢，所有种种类的功德
自性本具足功德，宝宗的就是佛性，人人本具的。这个善知识就是传思，他知道众生本具的，一个都没失掉，所以他能利益众生。同时我知道净一些宝，钻一些宝，除一些宝，做一些宝，前头的本具的四种宝没有失掉。那怎么样显现，让这些宝显现，就是让你知道明心见性清净心宝，这样你就把你自己本具的性啊钻发出来，让它显现。同时我还知道一切宝器，一切宝润，一切宝境界，一切宝光明。在实用当中，性体的用的当中，哪个是大乘的根器，是发菩提心的大乘宝，哪个是二乘宝，这二乘中乘小乘，三乘看一些众生他属于哪一层的性的。虽然本具是平等的，但是业缘不同，无量劫的业不同，所以他的智慧呢，在你给他教育他的时候，智欲不同，就是对机说法，哪一类根基众生，给他说是哪里的法。依照他本具的体，依照性理，在事上呢断他的惑眼，就有差别了。体无二字，仍有前说，本理上讲没什么差别，个人的惑业，个人的所就是智慧不同了，依这个理上来断他的惑，依理成事。就说这个善知识啊，我所以都能知道，知道怎么利益众生，怎么样知道以佛法来救度他，就是在这生死大海当中，种种类类，种种的差别，要实用啊，切合的实际啊，宝的用，宝的境界，宝的光明，这个含义。我知一切龙功处，一切夜叉功处，一切不多功处，皆善避免其助难。这个是呢，这个传思说，我知道龙宫就龙的一类，夜叉宫就夜叉的一类，一切不多宫，不多呢是夜叉的化身，夜叉也是胎生，但是有一类夜叉是化身的，化身就不叫夜叉了，就叫不多。说我知道夜叉的男主处所，他也有宫殿，也知道化生的，也知道他的宫殿，给他们说法，让他脱离险难，以善知悬浮浅深，波涛的远近，水色的好讷，种种不同。传思啊，你得使水性啊，旋流，不论在江、在海、在河，
那个摔的回旋的地方穿绝都不能学，所以就沉默了，游泳也不到那回旋。回旋的含义呢，它水不是长流的，它是打旋子，水打旋子，你穿越到那地方去，它把你旋下去了，这叫回旋。船时必须得懂得回旋。那么你度众生要知道那根性，知道的业深浅，知道的习性。有人多生啊，他对佛法没分析，没有熏习，那你就给他熏习熏习、他已经熏习成熟了，能进入了，那就给他说法，他就能成就了生死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你观察机呀、比如说你观察水，波涛的远近，水塞的好讷、观察众生呢，善根的勤俭，喜好的如何，就要对机说法，善于观机，以善别之日月星序运行的度数，昼夜仆贵归漏燕雏，归就是日归啊。过去算这个时间，他拿一个龟对着太阳来验制这龟，验证24小时。古来呢，现在可能没有了，以前你到故宫可以铲出来，把一个器皿吊起来，剩的是水，漏就一滴一滴一滴往下漏，漏到什么程度是几点，漏到什么程度是几点，那叫漏。发明钟表了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没有钟表以前呢，以这个计时间，要对日月星辰，意思说我无不了之。这都是扯时间的。一日去船铁木坚脆，说这个船拿铁做的，拿木头做的，铁做的呢就坚固一些个，木头做的呢就脆要一些个。那开船那个木船也有机器啊，古来时候啊，那放闸的时候啊，那船放定的时候啊，说那船要停下来，我定到这儿。我说有种铁，大铁坨把它沉下去，那大轮子脚啊，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了。那船后头有木船，也有个轮呢，大绳子系那个，随着大小，风的逆算，船是嘛，要风看风色行船。哪条河的水都不同的了。你像出咱们中国在上海啊，上海的出吴淞口，如果你到吴淞口那儿看过的，黄河的水一溜是黄的，颜色是黄的，长江的水是白的，行船呢、不论机船也好，木船也好，特别注意，就是上海出口的地方叫吴淞口，经常翻船。为什么呢？有句俗话说，长江水面善心讷，水面上看着很平静，你开吧，你把船开进去就给你旋下去了，就心讷，底下的浪很大，麦上的看不见。黄河呢，哈，表面上啊波涛翻滚的大得很，它底下是平稳的，
那船丝走各个的水道都得知道，形容上啊，这个风向也有关系，有四种顺风，四种逆风，把它形容法呢叫八风。承接苦乐，耐争毁誉，耐争毁誉是逆风，承接苦乐是顺风，顺你也不要随着它，逆也不是随着它，那八风吹不动，叫是顺是逆，风之逆顺。而船时你开船，你不懂得这个，那就很危险了。菩萨度众生，你得因机说法，你不因机说法，他得不到利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舍利弗收了两个徒弟，那么叫舍利弗叫他一个修观，一个修定，两个人修了一年不成功，退了道心了。那佛就来跟他说，跟舍利弗说，说你把他们俩颠倒下，你叫那个修观那个叫他锡纸，锡纸那个你叫修观。那舍利弗闹到佛的桌子跟前，一修他俩就成道了。观机很难呐，得有那些个妙用，妙用。如是南无之相的无不明了。传师跟善财童子说，说你将来要行菩萨道，你问我这些你都得懂，如果你不明了呢，就做错了，该度的就度，你不该度你不要度，可行再行，可知再知。说到这儿，传师就跟善财童子说了，我成就了这种智慧，我能也常识利益众生。善男子，我一好船，我的船呢很坚固，是很好的，来运用的商人，运用货物，我这个道是难闻道，不会有损失的。我不管寄托的世间，让他们发财，那玩意儿的运你货物没损失啊，你导向他的方向很好的，还要给他说法，令其欢心。这菩萨行菩萨道的，不是真，不是社会上的传师啊。我以法度他们，使他们充满，令他们还南无言我的。善男子，我将大船入世往来，为使令其有意损坏，坐我这个船的，我没让他受过伤害，没有赔还的。同时，要是有众生见了我的了，见着我的身，闻着我说的法，他能够远离生死，永不为生死害，就是善于游泳了，善游大海。但是从这个海，生死海，一定进入涅槃海，就是智慧海啊，必得入于智慧海，必能消解住耐欲海，那当然了，一切贪欲断了才能入智慧海，一切贪欲都没有了才能离开生死海，能以智慧光照三四海，能够知过去未来现在，这有神通了，有了智慧了，能尽一切众生苦海，
能断一切生死苦，断众生的苦谛，能净众生心，净众生心海，受能严谨是刹海，正报庄严，又能净修刹度，庄严佛净土，又刹度庄严，普业往于十方大海，又能到十方国度，无量国度去，普智业众生的根海。众生的善根呢、啊，分别的根器而为说法，普了众生行海，发菩提修道，普摄也众生心啊，说法说完了，传师就跟善财童子说：“善男子，我未得此大悲创新，说我仅仅的。”得到大悲床，我以大悲行菩萨道，要有看见我的，我听见我的名字的，我与我同住的，我意念我的，都让他们不空。不空的意思呢，得到功德，得到解脱，得到法益，得到法的利益。我仅仅知道这些个，像其他的那些大菩萨摩诃萨，那游涉生死大海，不染一切诸烦恼海，能舍一切妄见海，能观一切诸法性海，能以四摄摄众生海，以善男住一切智海，能灭众生的自住海，能平等住一切识海，能以神通度众生海，能以其事调众生海，我云何能知能说比功德行啊？推圣推下个三智士，说你再去参去吧。三男子于此南方有城，名曰可乐，中有长者名无那无上圣，如欲比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啊？云何修菩萨道啊？就是这位善知识给他说文法，又给他指示下一位善知识。十三代宗子要无量之顶礼其主。要无量丈，殷勤瞻仰，悲泣流泪，感善知识的恩，求善知识，心无厌着，辞退而去。吃了这个善知识了，下头参第二个善知识。尔时善财童子，其大慈周遍心。大悲运在心，相续不断，福德智慧二种庄严，舍了一切烦恼尘垢，正法平等心无垢下，拔不善次灭解障，坚固精进以为强健，甚深三昧而住圆圆，以慧日光破无明难，以方便风开智慧花，以无奈愿充满法界，心常陷入一切智生，入世而求菩萨之道，见次经历道必成宗。这是禅的第十二十三禅了，第三回向，无上圣长者，这个回向呢叫一切佛回向，即为一切佛回向，或者说等一切佛回向，
佛佛都是回向，回向什么呢？本觉，本来具足的，是湛然常住的本性。湛然常住的本性啊，是能觉知的智慧。用这个回向的，回向跟佛的智慧相等，这什么的意思啊？本觉湛然不动的，这个觉跟佛齐等的，所以叫等一切佛回向。在这个慈离传思善知识之后，在路途当中，善财呀，他就观望修，把善知识教导修，把他这个大慈心，把一些众生的痛苦周遍，不是把一个众生、两个众生，周遍的一切众生，得到心这个心的坚固相。大悲润泽，大悲水，咱们经常求菩萨大悲水啊，润在什么呢？润在我们自己的身心，就是消除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业呢就是惑、迷惑，报呢，这惑已经造了业了，感了果了，果就是报。要时时的以大悲水印在这个心，相续不断。一个是福，一个是慧，有福慧两种来庄严，把一切烦恼的尘垢都除掉了，证得了呢法的平等。法的平等就是心呢、法界心的平等，把一些烦恼的尘垢都舍离了，你心了才能平等啊。八不离刺，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刺，不利修行的。什么刺呢？烦恼刺啊，贪刺啊，像那个身上扎的刺似的，你不拔出很痛苦，要把它拔出。但你要修法的时候要产生很多障碍，要把这个障碍把它消灭掉。坚固精进以为成见啊，要保护，像修个城，那个敌人呢、盗贼呀、进不来了。堑呢是每个城外都有护城河，堑是表示水的。一般城堑，过去的城，县城也好，大城好，城外都有护城河。你到不了城跟前儿，有个护城河保护，那一到开市了，极热日子了，把那个桥护城河桥放下来，进横啊，赶集啊，就这个含义的。世事三昧而为圆圆，以三昧的定力做着圆观。以慧日的光明破无明难，以方便风开智慧花，风一吹花都开了，但是这是方便，以方便的善巧智慧开出了智慧花果，结了果。以无奈的愿充满法界，心常陷入一些自生，如是而求菩提之道，见次经历道必成内。而善财童在路上就修这个观，观也修好了，参善知识的地方也到了，见无上圣。在这城东的大庄园中，无有林中，
无量僧人百千居士只守为营。理断人间种种事物，因为说法令其一切，也令其荣邦，一切我慢，离我所，说说几句，灭奸计垢，心得清净，灭奸计垢，心得清净，无助秽浊，怀敬心力，常乐见佛，受持佛法，生菩萨力，起菩萨行，入菩萨三昧，得菩萨智慧，住菩萨正念，争菩萨的欲乐，乐欲。而善财童子参见这个长者，啊，他到这时候呢，正跟这长者给大众说法呢，他就等着，等着，他等着长者为众说法已，他就是偷身礼拜，顶礼其中，啊，跪着趴了很久不起来，良久。向长者说：“圣者呀，我是善财。先报自己的名号，我是善财，我是善财。说两遍，怕长者没听清楚啊。再说一遍，我专修菩萨之行。我呀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专修行菩萨道。”但是怎么行嘛？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？云何修菩萨道？怎么样修？怎么样学？完了才能够化度些众生啊，常能现界诸佛，常能听闻一些佛法，常能住持一些佛法。常能屈入一些佛法法门，入一些刹，学菩萨行，住一些劫，修菩萨道，能知如来的神力，能受一切如来的护念，能得一切如来的智慧，这是他想得到想求到的情法。行善知识开始这些个问题，谁比长者告善财也，善哉善哉啊，善男子，如以能发而多罗三摩三摩地心，善男子，我成就的法门至一处菩萨行门，无依无作神通之力。说你发了菩提心了，要想学菩萨行啊，修行菩萨道，我告诉你，我呀就成就了知一处的菩萨行门。再一个法门是无依无作，神通自在。善男子云何为知一处菩萨行门呢？解释了，这个是。菩萨行门是法门，怎么样达到的？善男子，这善男子成过善财啊！我于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欲界一些众生中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无量三界，三界当中欲界，对欲界一些众生。都是哪些个呢？一切众生，一切三十三天，三十天，
四王是第二天王啊，每一天王统领八千八方啊，有八部鬼神众啊，每个天王都有各有各的八部鬼神众，四八三十二，像中间斗笠天王第四卓，管理这个四大天王的，统领这个八部鬼神众的，所以合起来叫三十三天。虚夜摩天是第二天，第二天，三十三天四第四天呢，算第一天，夜摩天算第二天，还有一切的夜摩天不是一个啊，夜摩天呢，但是夜摩的神众。还有斗帅天，还有善变化天，上面就化了天，他化自在天，是吧？三十三天夜摩天、斗帅天、一切摩天，这是六天啊。三十三天，第四天。第二天，四王天第一天，夜摩天第三天，斗帅天第四天，变化天第五天，他化自在天第六天，还有一个摩天，摩天，还有其他的天，其他天哪些？龙王啊，钱大婆王啊，夜叉、罗刹、鸠班叉。这个都是属于八部鬼神，对，神道的、鬼道的，阿修罗、迦罗罗、紧诺罗、摩诃罗伽，人与非人，非人就是鬼道的，摧婴俱乐，一切诸诸生，在这所有一切有情的类啊，这专指有情类啊，没说无情类，给这些个。人天说法，有的是说人天成十三业十恶道，有说的是圣地苦集灭道，令他们舍掉了非法，舍得非法入于正法。凡是说止苦断戒的、灭生死的、十恶业的、十善业的，十恶业是非法，十善业是正法。四圣谛是正法，就是六宗外道是非法，令他喜鹊争乱，舍弃非法，不要斗战。不要愤怒竞争，愤是愤恨啊！令破冤结，过去无量的结下的仇，令结细方，所有一些业系、业系苦，我都接受，令出牢狱，出三界，三界就是牢狱，令免不畏。令断杀生，特别提出杀生，为什么呢？杀是斗争，互相斗，互相残杀，乃至于邪见，一切恶业，邪知邪见，不可做的事儿不要去做，不可想的事儿不要去想，不可说的事儿不要去说。断三恶业，行三善道，戒令禁止，是止一切恶，令其顺受一切善法，行一切善，令其修学一切技艺，
耳住色见而作利益，令其分别种种作乱，令生欢喜，令见成熟，随顺外道，为所生智。你不外道也是众生啊，要度外道的时候，给他说正道的殊胜的智慧，必须得有三巧，令他们闻法欢喜，见令成熟，见令成熟，是对何等的众生说何类的法。例如说啊，说我们说度现在我们这个道教，道教它自称呢，我们中国的道教儒教，儒教并不排斥佛教，道教也不排斥佛教。初期的时候，道教跟佛教争，末法的时候，我遇着很多老道最初的道教，像我们北京的法源寺佛教佛学院，跟那个广大门外的道教的白云观，道教佛学院，道教不叫佛学院，说错了，道教的道教院，那时候他们的学生不多，全国的道徒啊行道的不多，有点跟我们密宗相似，道教的修行的方法跟西藏的观想有些相似，所以度外道的时候，你也得懂得外道的法门。他们的了生死，他们也念法华经，念都念到他身上去了，整个法华经啊，他的身上就见了，念到他身上去了。我在很小的时候也学过道道，好像是十岁以前，不大什么懂得，现在还记得，还记得啊。他叫童子功啊，童子功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中国的外道很少，没有像印度外道多。这个所说的外道，外道很多，九十六种，不了，不了九十六种，一般说大数种。这个说是你要度外道，你得说超过他，超过他的智慧。外道有神通，我他那神通不是了生死神通，是世间神通。今天我们看剑侠小说啊，很多编的全是外道，外道啊，外道啊，现什么？那些不是神通，佛教讲的神通跟他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懂得这个道了，让他把邪知邪见，把那些外道思想看问题的看法，转成八正道，邪道转成道，渐渐令他入佛法，乃至于色界诸天，梵王诸天。梵天诸天，都给他说超胜法门。由于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专指是娑婆世界说的十方十不可说百千亿诺由陀佛刹微尘数世界，这可以说华章世界了，皆为说法，那长者说我都给他们说法，
对哪里根基人说哪里的法，有的是菩萨给他说菩萨法，声闻说声闻的法，独觉说独觉的法，地狱众生呢，那给他说地狱法，怎么下的地狱，你要怎么超脱地狱，说地狱众生，说向地狱道，说向地狱道，你做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向地狱的，要堕地狱去。向地狱道，向畜生道，而畜生的差别，畜生所说的苦，说向畜生道，要造业。向就是造业，造那道的业就到那道道去了。说阎罗王世间，说阎罗王的世间苦，说向阎罗王的世间道，说天世间，说天世间乐，说向天世间道，向天道也不容易啊，你不行十善你到不了天道，天道都得行十三业。说人间，说人世间，人世间苦乐，苦怎么来的，你自己造业造的，那离苦得乐。说向人世间道，唯欲开显菩萨功德，唯令舍之生死过患，唯令知见一些自人的诸妙功德，唯令知诸有取众迷惑受苦。这六道二十五有都叫有取，取向是什么呢？迷惑，迷了就受苦，这叫制作业，苦是自己造的，制作业就感到苦果。另知之间没有障碍法，令他开悟，开悟知见，开知见，开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正佛之见，没有障碍。法华经讲开始悟入佛之之见，唯律显示十一界世间生其所因，没有没因的事儿，一切世间法全是有因，焉能感果，让他定下来，别造业了，别躁动，躁动就是造业，不躁动了就是寂静了。定是动的，动就是不定的，但是像你学佛法不同，佛法有的动中就是静，咱们上来所讲《华严经》这一入法界都在定中，从初住发了菩提心就住在菩提心上，时住时回向都在定中，菩萨行菩萨道在定中，定才能有智慧，不是坐那个的不言语，眼睛眯缝一下，别闭上，闭上就昏沉了，这才叫定，不是这个含义。说你的心呐，常时不被世间相转，有定力，看见人家发财，你心里没想发财，你在定了，有定力，有定力。对了，如果是我们有时候走到路上，你也不能不吃饭呢，吃饭你到餐馆去吃饭，不是哪一个城市都有熟食部啊，没有，你到了街上你找个饭馆吃碗面就行了，我找个熟食馆你找去吧，
你在这个住的地方你知道，如果你在这儿，你到了洛阳，我说到郑州，我说到哪儿去，到上海，我找熟食馆，哪条街有啊，你到那吃两个馒头或者吃碗面就行了。但是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得定，不定什么样的，不用见着荤菜馆你也来两盘炒猪肝啊或者炒牛肉啊，那就不定了。定在戒上，持戒，戒就是定，相信吗？学佛法就是定，都在定中，哪一个你不犯？有定力，有定力，照着佛所教导我都能做到不犯，就是出世间因呢，一定敢出世间果，这都叫定，是吧？想令一切众生舍执着，这可难了，令一众舍到一切想做，不要执着你的想，胡思乱想。如果这个要能修成的话，就有道理了。我令得正得佛的无依法，人不讲了，我讲的大乘大的十论讲有依无依，讲了很久，讲二十十座呢，就讲无依有依啊，叫无依法，为令一切众生永灭诸烦恼轮，别在烦恼中转，把它仔细吧，灭就是定下来，仔细下来，烦恼就是躁动，定下来烦恼就没有了。你感觉不舒服，哎，定，你坐下定下来，也舒服了。定的力量可大了，对，如果扎针、病苦，你定下来嘛，你别随那个扎针钻。我吃药时候，小孩子吃药，捏着鼻子，捏着鼻子不能把舌头割了，药苦啊，舌头一沾着就是苦啊。那小孩子不懂了，大人他能知道，他想到什么呢？这个药啊是治病的，为了治病，苦也不怕。那你为了修道，为了了生死，苦也不要怕。说修道还苦吗？你没成道之前，修道可苦了。这个我想大家都有经验啊。我买个出家的道友，你怎么能把你思想的执着舍掉？我们在座的这个都具足的，这你想看问题执着，没有证得无依法，不依的烦恼，这叫依烦恼而生起的，要得到无依法，为众生就广说入世法，转如来的法轮，这个我们所学的对世间向上，你现在所学到的够用了，每位都够用了，要是你不用，不用不用嘛，感觉自己好像没有，其实你具足了。这些苦相现在到处都是，每个众生找你的，来这儿来找你的，凡是找到三宝的，都说他这个苦啊，那个苦啊，家里头啊，社会上啊，身体啊，到处都是苦相。那佛法呢，要专门对着这些个，你随便给他说两句，把你所知道的给他介绍一下，那就成功了，那叫说佛法转法轮。
善男子这个是推书圣的了啊。张哲给说完了，跟三才童子说，三男子啊，我未知耻至一些处，修菩萨性清净法门，我仅知道这个，无意无作神通力量。那像其他的那些菩萨，大菩萨那具足了神通自在，力容无穷啊，岂能骗往一切佛刹的普眼地普观一切，细闻一切音声言说，普入诸法，智慧自在。赞叹圣人啊，推圣啊，我知道的很少。嗯，无有乖僧，容见无比，以广长舌出平等音。广长舌是佛的舌，平等音跟佛一样的。其身妙好，同住菩萨，与如来究竟无二。不但同菩萨，与佛也无二，没有差别。智深广大，普入三色，境界无际，同于虚空。像这样的殊胜的道理的成就，我云何能知能说比功德行啊？我就说不出来了，你再去参吧。啊，善男子于其南方一个国道叫舒那，其国有城叫嘉陵，嘉陵有比丘尼名狮子拼身，汝意比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，使善财童子顶礼其主，耀无量丈，殷勤瞻礼，辞地而去。十回向的第四项啊，二十四参了。这位善知识的就是狮子拼身，是个比丘尼啊。比丘尼的标榜是什么？这花讲纯净慈善，这是比丘尼的含义，纯净的慈悲，而且是普遍，而是善财童子见此有行，自比果成，中间没说修行啊，时而说到行途当中修行，是没有啊，文字的关系啊。是善财童子见此难行，至彼果成，周遍推求此比丘尼，有无量人想告其之言，很多人告诉说善男子啊，说这个比丘尼在圣光王之说施舍的日中圆中说法，圣光王供养这个比丘尼叫日光圆，那么他在这个日光圆那儿呢说法利益众生，利益无量众生，是善男子，是善财童子，即往诣彼园，就到那个他住的园林去了，周遍观察，啊，没见着善知识，周遍观察这个周围异报的环境啊，逛逛园林，
说缺元宗，说这个园子里头有棵大树，大树叫什么呢？满月，名字叫满月。大树长得什么样子呢？是像用楼阁，像个大楼一样的放大光明，光明所照出呢亦有旬，照到40里，照到60里，照到80里，印度亦有旬，它不固定，和我们中国的里程啊，40里、80里，是大的小的40里，中的60里，再大的80华里，照这么有旬。见一叶树，哎，那树只看一个叶儿，或者见叶树，这个树叶，这个树叫什么名字？蒲否，蒲否，否是否印的意思啊。其形如盖，树啊，长得像个盖一样的，不遮阴凉嘛，长得很大很大的，树也放光，放披琉璃干青色的光，光明是干青色的。还见一个华树，华树呢叫华杖，其形高大，像雪山王一样，雨中妙华，树来下雨，没有穷尽，如斗笠天玻璃紫多罗树。玻璃紫多罗呢，它圆的，生长是个圆的，是三四三天玻璃紫多罗树。说这个树啊，在地底下无忧寻，好几百里来下地伸出的，形容此啊。复有一甘露果树，形容金山，长放光明，种种柱果，悉皆具足。这树长得很多的果子，叫甘露果树。复有一摩尼宝树，能毗卢遮那帐，其形无比。新王摩尼宝最在其上，额上其宰相摩尼宝周遍庄严。复有一树，名曰清净，种种散逸摧不严丝。这树啊，长得像衣服一样的，树上长的叶全是衣服。复有阴药树，没有欢仙，也要说就放仙药了，且美妙，比天上的美，比天的药剂啊，药因还要好。佛有香树，名曰普庄严，横出妙音，普熏十方，无所障碍。善财童子还没有见到善知识呢，我看看他这园子。光看见的是这是树，一丛树。圆中府有泉源泼池，当有池塘了，有公园了，有水流的了，有泉水流的，但是都是七宝庄严，黑粘滩泥，泥巴都是粘滩的，名极其宗，上妙金沙。名不其敌，八功德水具足盈满，优婆罗花、波陀摩花、须悟陀花、佛那律花遍覆其上，无量宝树周遍行列，珠宝树下伏狮子座，种种妙宝以为庄严，不以天意寻踪妙相。崔入宝镇，施入宝藏，严复金网，弥否其上，宝多虚妖，
出庙人生。胡有树下赴莲花帐四子之状，胡有树下赴香王摩尼帐十子之状，胡有树下赴龙庄严摩尼王帐十子之状，胡有树下赴宝狮子具摩尼王帐十子之状，胡有树下赴毗卢遮那摩尼王帐十子之状，胡有树下赴十方毗卢遮那摩尼王帐十子之状，其一座各有十万宝狮子座，周围为窑，一一皆具无量庄严。你说这个园子好大吧，挂着一宝座，怎么样摆啊？形容词啊。此大园中珠宝遍满，犹如大海宝洲之上，嘉陵陀耶已步其壁，游远妙好，能生乐处，陶墨墨竹，举在浮佛，或举在还佛，无量寿庙除鹤雅音，宝旃檀林，上庙庄严，种种庙华常有无尽，犹如第四的杂花之园，无比仙王普熏一切，犹如第四善法之堂，住阴曜树、宝多罗树、众宝灵王、出妙人生。如自在，有自在天、善口天女所出的歌声，住如意树，种种妙意，摧布庄严，犹如大海，有无量山。百千楼阁众宝庄严，如倒了天宫散见大成，宝盖狭张如须弥峰，光明普照如梵王宫。这都是形容善财童子所到的园子所看见的，而是善财童子见此大园，这个大花园啊，无量功的庄严，无量功的种种庄严，不是人工栽的，怎么来的呢？菩萨业报成就，出世善根之所生起，供养诸佛功德所留，一切世间无与等者。如是皆从师子偏身比丘尼了法入幻，即广大的清净福德善业之所成就。这个缘就是偏身比丘尼善业所成就的，他的观念就是贫身比丘尼，他了法入幻，一切法都是幻化的，他这个园子啊，整个都是幻化的。那这园子怎么成的呢？清净福德，清净福德善业成就的，因为那是善业的因，清净福德的善业因干这么个果。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无量众生皆入此缘，把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世界所有的天龙八部把他们集合到一起，到这个园子来参观游园，这个园也不窄，都能容得下。这是此比丘尼不可思议的神力呀、啊，为神力。那我们这些个比丘尼的师父们，
人每个人建一个园子吧，那福寿寺搁不下了。一井啊，说是大小是一井啊，是心，不是物。这是医报，不是正报。以正报所感的果，刹度园林所现的相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这里了。